幻境的普贤菩萨十大横愿，与普贤菩萨的横愿，我不可思议的解脱境界，就是我们每个人现前的一念心。现在我们大家来这儿来，就是你现前一念心，就具足了十大宏愿，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下。而每个人现前一念心，是限量的境界，不是比量的。就是现在大家来这儿学华严，学普贤横愿品，你这个心清净解脱自在，只是现前这一念不可思议。在华严经讲，我们作为道友都知道华严经的甚深的义理呀，像大海一样的深不可测，无边无际。从这个现前一念心，我们昨天讲的总通别义的六相十玄四法界，都是我们现前一旦一念心。我们这一念心是关键，它就是十大愿望的钥匙。你把你现前一念心的境界打开了，不可思议，就是不可思议境界。我们无论你修禅、修净土、学教，你从哪一门入，你能开离开你现前一念心吗？离不开，这是修行的必要的最根本的，也是华严经最重要的义理。把我们这个现前一念心就像那个火车轨道一样的，航空的飞机航线一样的，你只能在这个轨道上行驶。如果你能掌握你现前一念心，你通达了，通达了是整部华严，通达了六相，通达了十玄。但是说的这么容易，我们又怎能够掌握到现前一念心呢？我们这个现前一念心是迷的了。我讲这现前一念是悟的，你悟得了现前一念心了，一切都能顺利而行的。所以我们禅堂坐禅呢，叫开悟。悟什么呢？悟得我们现前的一念心，这是理啊。理随顿悟，事须渐除。在理上你能顿悟，在事上不行，一个烦恼一个烦恼得顿断，那就有分别了。所以说理随顿悟，事须渐除。因此我们昨天讲礼敬祝福，这个礼敬祝福在普贤菩萨有个偈颂，所有十方世界中三世一切人师子，我以清净片奇迹，我以清净身语意片礼一切诸佛尽无余。这是礼敬祝福啊。在礼敬祝福的普贤菩萨教授我们一个偈颂，就我上来的这偈颂，
但摩尼佛平常没去那么分辨，就是磕个头。但是在普贤菩萨横院里头，分十种礼，十种礼法，就在你磕一个头，你从哪一方面来礼？第一种哪般礼？怎么礼？咱们看见每多信佛的弟子到了大殿上，到那儿趴地就磕个头，特别的带着眷属小孩也趴地就磕个头。这种磕头呢，因为他不懂啊，他不懂，磕头的时候不能五体投地，两膝盖、两肘、头顶，一定要五体投地。像我摆个拜垫，这叫哪般礼？你好像在这个垫子磕个头来这礼佛呢，不是礼佛，哪般必须得趴到地下，五体投地。这个因为你的色身，你不能五体投地，这叫哪般礼。而且也不懂，一般的我们的弟子啊不懂。第二个忏和礼，像我们拜忏，拜千佛忏、拜万佛忏，忏个佛名字，大家一堆就能比试下。你说一千佛磕一千个头，要像五体投地一个一个磕呀，我看你得磕一天。像拜千佛忏时候，念一个佛名字，就那一比划，把手往拜垫上一比，磕了一个头。这叫忏和礼，一忏一和。身呢不端坐，心呢没有观想，这两种是不好的。第三种，恭敬礼，五体投地，在地下。两肘、两膝盖、头顶，我头顶，身端坐，而且心要观想，你礼阿弥陀佛，要观想阿弥陀佛的圣像，观想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功德，是观想。身严肃的，心是观想的。观想我，用我的身体全部投入礼佛，这个是观想礼。第四种无相礼，这个是我们一般道友没有修行的办不到的，就是深入法性，深入法性，都对我们禅宗的人道友说，就是开了悟了。开悟了，悟的法性了，深入法性。没有我相，也没有佛相，离自他相。礼拜观音，没有观世音相，也没有我能理的相，离自他相。观想什么呢？性，叫明心见性，那个性，我的性跟菩萨诸佛的性是一个。离开自己的体相，也离开诸佛的相，这种礼就深入，这叫无相礼。第五种起用礼，因为俺们这个礼佛的目的，能礼的我，所礼的佛，佛的心跟我的心一心，佛的心是法性身，我的身这个肉身变成法性身，变成法性身了。法性身所起的妙用，从性体上所起的大用，成性起用啊，这是像观世音菩萨、像普贤菩萨，他们称他的整体起的大用，所用无边。
谁能骗一些虫？无量世界每一微尘菩萨都能现身，都能在那做礼拜，这叫起用礼，这是用。第六种是内观礼，心外无佛，佛外也无心，心跟佛一如，我心中的一切众生离我心中的自性佛，这个理啊，不但我自己理，我心中一切众生都随着我在理佛。当你理佛的时候，你的心是这样用的，这样观想的。身心呢，身相是空的，那所理的相也是空的，具空。这是以法性身，你的是法性佛。第七种实相理，实相理啊，这我们大家很少用过这个心呢、啊。没像我讲这个，从第四理以后，无相理以后，我们想都没想过。那你一直普贤菩萨理呀、啊，那你功德可无量了、啊，在一理遍十方。第六个是内观理，心外无佛，佛就是我自己，我自己心即是佛，佛外无心，心外无佛，佛外也无有心。我心中的一些众生离我心中的自性佛身相都是空的，都是空的啊！这个就叫实相者无相，无相会得到实相，那这种礼佛叫实相礼。第八种礼，大悲礼。大悲礼呀、啊，就是观一切大地所有的众生。观他大地所有一切受苦恼的众生，都是在我心目之中，就在我的心中。我这个礼拜代表一些众生磕头的，代表一些众生忏悔的，给他们祈福消灾免难，这是以大悲心摄一切众生的悲心。这第八种礼。第九种礼叫总摄礼，总摄礼呢就是我们前头的八种礼，把第一第二那么礼忏悔礼除掉，来第三到第八把它总合起来，这样来做礼，那你这一个头啊磕下去，尽微尘遍法界，都是你在礼佛。第十种无尽礼，这叫普贤礼啊，我这一拜拜下去就是普贤横愿，普贤十大愿全具足了，以普贤横愿来做礼，尽微尘遍法界，以报正报，正报是有情，以报是以报的所依的物质，一切大地微尘全善上。所以这就说点那个普贤这个教育的话啊，一身有无数的毛孔，一毛孔有一切佛刹，一佛刹有具足一切众生，一切众生的一毛孔都具足一佛刹，从从无尽。
再个你平常的时候多念经文，多想这个道理，你磕下这一个头啊，从你磕头这个往地下算，所有的微尘，一微尘就是一个佛世界，一微尘一个三千大千世界。这个微尘有数字吗？没有数字。这无尽无尽的无穷无尽的微尘数，就是你这一个礼拜礼下去，普贤十大愿王，所以他功德不可思议，礼拜入世，成战如来入世，供养也入世，十大愿都入世。说这第一个呀，多讲一些，就是这个含义。这个要你修惯的了，所谓修惯的，就你心里头要思想做这个想。我经常的有些道友跟我闲谈时候说我妄想很多，我就举普贤这个例子，我说你妄想不多呀，你都是够多的了，已经烦恼要死。我就举普贤横愿，没掉下礼佛，你照这样弄弄你的思想，你有好多妄想，有这个妄想多吗？你拿这个转，这一转化就成功了。惯呢，我们是惯不起的了，这种惯例呀，我们恐怕没有起不来。你从文字上先念，当一磕头就念啊，念这个，念这个偈子啊，我这个磕头是加普贤横愿为神力，我这头啊，我没有这的力量，是普贤菩萨加持我的，普贤菩萨为神力，普现一切如来前，再有佛地方我都现在佛前，但是我这一个身加普贤为神力，一身浮现叉尘身，我一个佛刹有好多微尘，我就现好多身，现这个什么做什么呢？一片里插尘佛，我一个佛都不落，一片里插什么？你这个礼佛的功德呀，比这一贯你十辈子你一千辈子你也礼不成。假设平常这个礼法你礼你一千声，还不如人家理一个头，把这惯性惯好，磕这么一个头。但是一身浮现叉尘身，你坐在这个里头，你身没有动，你心里想，心里一作业，到处都是我在礼拜啊，所有这个咱们这个果道，乃至咱们阎浮提，所有的世界，凡有寺庙处，乃至于他家庭，凡是共有十佛像处，都有我在那儿磕头。就这个已经不得了了，你能算到你这一个头顶多少亿万万头吗？这是礼敬诸佛，我们成常这样想过吗？没想过。从今天开始，当你一礼佛的时候，你就想无穷无尽的佛呀，这么一想想不到，尽微尘遍法界都是佛。那我们的身呢，一身浮现叉尘身，把我们自己变相他尘的微数的微尘数，每一佛前都有我现身在那礼佛。我们要想学华严经，就这磕头礼拜，这就是我们第一个功夫。这就叫我们做什么呢？放下我执，没有我，因为我一执着我就是一个了，你不执着了
这个我就骗了。第一步就放下我执，最好的方法这仅仅是礼拜，是吧？你再一礼下去，一礼骗一切，一切微尘入佛，都由你这个在那儿去做礼，都你右身在那儿做礼。这个不是你要想学做这礼拜，也不是一篇两篇，最起码你得用到半年功夫成熟了，只要在一个头磕下去。那妻子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呀，东方钥匙流的光如来，那多了尽虚空的天法界无切诸佛。同时再一想，你把这个咱们这国度13亿人口，你都把它变成诸佛，每一个众生就是未来诸佛，都有你在咱那磕头。那你磕这一个头，就等于磕10年、100年的、1000年的，磕不完。最初当你磕的时候，观想力有困难，等你磕久了，没时候你坐在那儿不要慌，慢慢想，想完了磕一个头，磕完了就不磕了，就起来了。没有想起来，你又到那儿去，又慢慢的想，想好了磕一个头，反正这一个头啊，就等无穷无尽的头。但这得有观想力啊，一尘中尘数佛，一个微尘里头有微尘数那么多佛，每个佛都有菩萨为之佛的文法呀，那些各处菩萨众会众，无尽的法界也是这个样子，深信诸佛皆充满，在任何处都有一些诸佛，那任何处都有你在礼拜。就这么一个修行啊，你要记功德的话呀，没法记了，那功德是无穷无尽的。同时你还承赞佛呀，承赞佛的名号，一边拜一边承赞佛法，承赞名号的呢，就是要承赞如来。第一个大愿礼敬诸佛，那第二个大愿呢，就承赞如来。你不能在那默言的拜，你都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但你一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就承赞如来。但是这个声音，这个声音骗一些处，一切音声，凡是能发音的、能发声的，你都把它摄入了，一切音声海呀、啊。那不止这么说破世界，人生鸟语兽类鱼类，无论哪一类众生的，他的音你都把它用来了。每个音声说出的言辞非常的微妙，这样的来赞叹佛不是一天两天，好久呢，尽于未来一切劫都在你那儿赞叹赞佛，赞叹诸佛的无量功德海，赞叹诸佛呀甚深的无量功德海。这靠的意念啊，这全是意想啊，普贤横愿是意啊，就把你的心变成了尽虚空遍法界，这心里想啊，这叫意念，把我们的心变成普贤的心，
这是普贤恒愿呐、啊。因为我们要学普贤恒愿，是大愿望。咱们先把愿搞清楚，愿就是咱们希望啊，希望，希望不是成佛吗？成佛做什么？利众生吗？善财童子参了弥勒菩萨，那达到究竟了。弥勒菩萨们都知道，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呀。那善财童子已经成就跟弥勒佛同等，弥勒菩萨还叫他，你还得到府城东去忏文殊菩萨，你这个能达到我的等觉地位，是因为菩萨的初心呐、啊。刚信佛忏文殊师利菩萨，因此弥勒菩萨叫善财童子再忏文殊菩萨。文殊菩萨说：“你到这个法会当中去求普贤菩萨，这是果后普贤。”这个时候善财童子已经达到成佛的位置了，等觉菩萨了。所以文殊菩萨因为他去参普贤，普贤菩萨十大愿望是给善财童子说的呀。我们知道这个了，知道这种过程啊。为什么普贤恒愿品是华严经最后八十品之后八十一品，这叫果后的普贤，叫成佛之后学普贤恒。普贤有初发心普贤，有因种普贤，有菩萨普贤，有成了佛之后学普贤恒，诸佛行普贤恒，这是果后的普贤。是这样果后的普贤，这样成正佛的。普慈普出无尽妙言辞，对佛的好处，把你最好的语言赞叹的语言都集中起来，无穷无尽的微妙的赞叹的语言，来赞叹什么呢？赞叹佛的功德，就是佛的一众生的功德啊。这十大愿的第二大愿啊，你赞叹要修供养啊，第三大愿嘛，广修供养。谈到供养了啊，我们很多道友，那么个穷和尚哪有什么钱去买东西供养啊？你买那个没用，假的这些花，那隔几天就坏了，而且不够美好啊！这些花美好啊，咱们看着是美很美好的，不够美好。去见你所见到的所有的山上的哪些个最好的花？你看画上的画的最好的花，你没到过极乐世界，极乐寺的花是美好的，莲池海会的花都是很好的，天上的花都很好的。你用普贤恒愿把它都借来了，都在你思想当中，十方诸佛世界所有供天人供佛的花，你这么一做观想，都做成你的供养具了。这广修供养就是，所有你这个你没见到，你所到过的超级市场，你到过几个国家，看过哪些个？到过美国的啊，加拿大的啊，我到过的不没有好多国家啊，就是美国、纽约、洛杉矶啊，乃至于温哥华。反正北京、上海、中国你都到过了，你把那超市全搬来，心思一作念，在这供养过佛，那超市可多了。
这叫什么呢？拿着大千世界供大千世界，因为这是最胜殊妙的。你若最胜妙法满，极乐图像及三盖，如是最胜光圆具，我已供养诸如来。如果你能供养的倒立天的、十八梵天的、他方世界的，你意念你都把它拿来做供养，都称你的功德，都称你的功德啊。这人世间的供养没有好多，但是你得用你的身口意呀、注意啊，这个供养就是我们的身口意。这种观想的供养具是你意供养，意供养。所以你想不到的时候，你可以，经上说的有很多故事啊，你把佛经的故事借来拿着做供养。所以佛经所说的供养具都是非常微妙的，都是最胜供养具。是吧？最胜众入世，最胜众庄严具，我悉供养诸如来。最胜衣服，最胜香，末香烧香与灯炉，一一皆入妙高具，我悉供养诸如来。我以广大圣解心，深信一切三世佛，体以普贤恒愿力，普遍供养诸如来。这句话特别讲讲，我们不论你在现实生活当中，你信三宝，乃至于我们出家修道，我们这个心，我们把它作为圣洁心。当然，虽然没达到普贤菩萨这个地位，我们把普贤的心，母贤普贤，学普贤恒愿，就是我们的心跟普贤的心跟普贤的恒愿结合到一起。你千万别分家，你把自己立到凡夫地呀，你一钱也不值，什么本事也没有。你有什么本事啊？你要把普贤的力量借来，那你力量可就大了，不是阿罗汉，不是二禅，也不是一般菩萨，达到普贤菩萨境界，你用的是普贤恒愿呐，明白了吗？为什么要学普贤恒愿品呢？普贤恒愿就是我的恒愿，我的恒愿就是普贤恒愿，你把你自己变成普贤，普贤菩萨就是这样嘱咐我们的。谁念我的大愿王，只说你宋词啊，没说你能给修观修成，就是你能宋词普贤恒愿，能做如是想，你就是普贤菩萨。现在是因，你一定能成到普贤菩萨。因必具果，有因一定得果。现在你只是念念普贤恒愿品，那你将来成就了呢，你就得到普贤的恒愿了。那时候你心里想的供品呢，那简直不可思议，想供养什么就是什么。是啊，你想供养阿弥陀佛，把娑婆世界搬去，把药水琉璃光的世界搬去供养阿弥陀佛，你供养药水琉璃光如来，你要把极乐世界搬去，从你的心来回搬吧，拿供养。因为这有效吗？这个效果呀，别你拿人间的花，拿人间的财物供养，那个效果大得多。咱们认为这个是真的，这个是假的，那个是真的。你的心供养，除非你心坏，供养没有了。如果你心的不坏，你供养就常在，
唯心所现。那你怎么样发心呢？这个供养就是你发心呢。我以广大圣洁心深信一切三世佛，悉以普贤恒愿力普遍供养诸如来，这就是心呢。我的心跟普贤心结合到一起，我这个供养具是我家借来的，借普贤的心，我是普贤的恒愿力加持我这样供养的。我理解了，乃至我不理解，我念普贤恒愿，你就具足普贤的恒愿心。我的广大圣洁心是普贤的心呢、普贤这样教授我们的，深信一切三世佛。我想这个大家做得到，我们三世佛们都信了，深信，不是一般的信。以这个普贤恒愿的力量供养诸佛，所以第三大愿广大供养，礼佛赞叹佛了，那么第三个就开始供养佛。供养佛不是我满几头花哈，行普贤恒的，这个是假的，他心供意供是真的，你坏不到，坏不到，这个可坏的，那是不可坏性。广大圣洁心啊，专讲圣洁心，我们的心呐、本来就是广大的，要么自己把它局限得很小很小，我们只看见眼前的，超过我们眼前之外的，我们就不信了。但是我们经常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你相信了，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那你这个心呢，只是不是广大，只相信西方啊，东方耀的光来你信了，但是十方类似的还有过去呢，还有未来呢，你要能够深信不疑，深信一切三世佛，不止现在的，还有过去的，还有未来的。但是我们的思想认为这都是假的呀，假使学佛的弟子，咱们把假的可看成是真的呀，咱们看世间相，这个是真的吧，这才真正是假的。假使你60年前到过深圳的话，像我1940年哪有弘法寺，哪有这么个花园啊，哪有个深圳呢、根本一个小渔村，你能相信未来60、70年之后了？对，我是1940年在这过来，那现在呢70年了，69年了，它变了，这是变好，会不会变坏呢？有好必有坏，有生必有灭，这才是假的。